大家好，朋友们，我们要吃午饭了。这个是一条鱼啊，红烧鱼啊，海里的鱼啊，看看是吧？上面有点香菜啊，翠绿的香菜。这个香菜是自己家种的啊，像我们家种了香菜呀，这个葱啊，都是自己种的啊。然后这儿有一个这个。红红的啊，鲜红的辣椒啊，往上这么一弄啊，看这颜色啊，这搭配是吧？不错吧？这个啊，这个是扇贝啊，这个粉丝蒜蓉蒸扇贝啊，这个不贵啊，这个6个一盒，这是2盒，一盒大概3.9欧吧，差不多照着人民币30块钱啊。这一盘的直接成本就是60人民币啊，然后这个是鱿鱼啊，这个胡萝卜啊，洋葱、青椒啊，鱿鱼炒这么一个菜啊，然后这是大花卷儿啊，花卷儿，然后这是豆包啊，豆包上面再点个小红点儿。看着挺喜庆吧？这样啊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均衡，哎，一对啊，一顿美味的午餐。待会儿啊，再来个汤啊。中午呢，我们准备再喝点酒啊，再喝点酒。最近一直在下雨，阴天下雨的啊，有点寒。我们这是地中海式气候啊，它是夏季少雨、炎热、高温。这个当然，我们这儿的高温啊，最高也就是27、8度啊，都没有过30度的时候。冬季啊，潮湿多雨啊，最近一直在下雨，所以我们这儿的草坪啊，到这个冬天反而是翠绿翠绿的啊，夏天有的地方反而是发黄的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Muchas gracias。